这个是直的调长短，你要把这个开起来，就可以调这个长短了。嗯，就关掉。这个嘛是就单机运行，你一般不需要，就连机连都是连着的。直接就连到那边那个是吧？对，它一启动，它整个跟着启动了。嗯。它就重新烙模的时候，你点个自运行，让它单机点起来。哦。这样调，点了是单机，这样点是联机。哦，这个位置调整是干嘛的？就是这位置调，就是单点嘛，点一点点位置，它有时候就偏一点点，是吧？就来回，它降落的位置，是吧？它有时候降这样嘛，是吧？那有这个就是这个比这个方便多了，不是？比这个设定。这个你按的，你有时候落成这样的大的话是吧？那是调小的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哦。不然按那个，你不按要按半天嘛，对吧？啊，基本就也没了。是下勺子，就这里面掉这里的位置，就是下勺位置。哦，下勺位置85是什么意思？他就说这个放在这上面的位置。嗯，距离这边吗？进料沟的位置，对。85。嗯。然后调零的话就到这儿了吗？调零可能会还出去了。哦。吸嘴的是速度是吧？那个单机频率是这速度。啊、但你单机的频率。那吸嘴角度是怎么调的呀？吸嘴角度什么东西？你手拿。哎，我看一下。差不多这样的一个，差不多。这样的一个角度嘛，对吧？对，你看这个，这里有个单线角度，哦，240，对吧？它有自动的显示是吧？对对对，你把书上就行了。对。但是其他的也没了，对，就是差不多的。哦，反正你就吸嘴角度一二三找好，就点都知道了。主要是找这个吸嘴的角度。对对对。反正一般就震动这个吸嘴开了就好了。哦，没了是吧？对，没了。这就很简单了。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位置是吧？两、啊、个位置，调这个勺子跟纸，啊，然后在这袋子里面的位置了是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你基本没有了吗？就这样，你这个技术调好就好了。这个切断位置吗？切断位置嘛，你就是调这色标，有时候色标切过来调。切啊，切就是两个色标之间距离是吧？不说距离，它有时候色标。量好了位置，它切出来在这里嘛。它有些人想要置顶嘛，就调这个切断位置就好了。啊、嗯，其他就没了。在里面嘛，就是没有了，它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就是这切刀磨料钩这三个开起来就好了。啊，磨开。嗯，你关掉了它就不动了，其他就没了。手段。哪个？那这里对定长对标正好，这样就好了。把这些撕开，就这么多。我往前走，差不多是两厘米先。不止，两厘米二十吧，230。对了。